当我们的阳气在身体里面运转的时候，好，阳气在身体里面走的时候，好，那好，这些阳药呢，在身体里面走的时候，阳气运行的时候，所有有阴积的地方全部要排除。但它是阴积，可能刚开始只是一些黑色沉塘沉在湖泥巴那个阴沟或河水底下的黑泥啊，可能提在肠子里面，可能提在脑部里面，可能提在心包膜里面，贴在哪个地方好，或鼻的黏膜后方。我们的阳药一走的时候全部往外走，所以它头不断的排出那种臭味哈，那种东西啊。那他肚子，因为像有小孩子怀到啊，肚子里面怀到一只儿子，因为他吃我们的阳药，阳药是阳，用的药是阳中带阴的，会让精气会先到，好，子宫会先接受精，然后再接受气，女人的气，男人的精，这个时候精先到位，女人的气才到位，就吃了中药以后得生男孩。那在最新的研究就出来了，妈妈怀疑是男孩以后得乳癌的几率更早，我们还乳癌了，我们有七种癌症跟乳癌都有关系，好，所以这种脑瘤啊这样很多，好，红斑性狼疮等很多病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所以他生完这个小孩等于是得贵，而且他白病去，好，你看这个药救了一家人，而且他是长媳，怀疑的是长孙，好，这个中药是好救一家人，好，这不得了，功德无量，好，那当然老师都很好了哈，这个过去的中医是帮他看病的，那我可不可以看到这个方子啊？对，你看像是吃了一斤多，有大人吃两个月的一斤多，你算算他有没有一斤多生不正啊？他不只生两斤多，哦，来变成阳气盎然，精气回笼了，所以他现在状况很好，而且不但好，他这会他生完以后，他阳气我们维持在里面，他一直没有散掉，阳气不散掉，生命维持在里面，他根本以后病都没有，好，这个会长命百岁的一个啊 old lady 将来哈。好，我们今天这个小时介绍到这里，等一下哈，然后下个小时我们再谈，好，这个肝硬化，好，这个。你们今天大家看到那个病人呢，他 Catherine 他的左肾没有了，好，民国，现在不是民国哈，2000年呢，好，开会的时候来找我们呢，在那一年的当年的19年前，好，他这个是42岁，来找他的19，当时的7年前的陈述，他是19年前，好，左肾。好，生癌，好，生癌以后呢，基本上切除了，切除了，当时就切掉了，然后当时也没去，然后到了2000年来的时候，又生了，啊，又生癌了，那又生癌呢，当时尿血，小便通通的血，啊，咳嗽，吐血，啊，吐血，没有胃口。然后，因为这个脊椎骨，啊，这个肾脏在这边，这没有了，现在只剩这个肾脏在这边。然后这个肾脏上方呢，上方长了5公分，啊，5公分大的瘤，啊，5公分大，这个又吐，这个瘤呢长了5公分，然后就长在这个地方。那西医给他的5次的化疗，差点就死掉了，现在没有办法留下来，快到我们这边来，一开始。好，这个人呢，腹胀，主要的症状呢，腹胀的很厉害。我们只要看到腹，我们要想到脾。任何的病来自腹，不管你是骨胀、腹水，就要想到脾，就脾主少腹。好，然后呢，他非常的疲劳倦怠，啊，倦怠。那小便没有，没有小便，小便太多血，好看不到尿。在肚子里面有水，咕噜咕噜的水，但是下利是不好，下利肾主二便，主小便跟大便。那大家现在看他的时候，病人现在状况很好，中间的过程我大致跟你讲一下就懂。当时呢，好，病人呢，因为他这个下利，当时病人呢，这个口渴。非常的重，非常的严重。那喜欢呢，就阴冷，然后呢，生热，好，这个胃口，
那当时的脉呢是浮有力，好，脉浮有力。那我们楚邦呢，哦，用小建中汤桂枝三钱，白芍呢六钱，好，生姜，因为病人没有胃口，像我们今天看肝硬化腹水的是吧，他还有胃口，啊，我什么都很好，就是胀，我吃东西很饿，一吃下去就胀难过，好，那就不是小建中汤。小建中汤除了腹胀，就是没有胃口，啊，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用生姜大枣，好，大枣十枚。当时呢，因为他肚胀很厉害，我们白术跟茯苓，啊，茯苓。生钱，同时呢，杏仁厚朴，厚朴杏仁的目的呢，就是厚朴能够行气，白术茯苓呢祛湿全月水肚子胀，杏仁呢能够治疗肺的上源，好，肺的上源啊，肾脏的问题，我们治疗上源要给它补充的水分，好，同时呢是加麦芽糖，我们先好麦芽糖。就小建中汤的麦芽糖加进去，喝水喝着汤就好喝。那个老师他不是肾脏啊很严重，你为什么这样做？病人是虚，虚则实之。这个时候你不要去开攻他的药，老师他小便的很严重，在血了，那赶快把他肾脏，而且我不行，就攻他就死掉了。西医就是在攻嘛，攻他快死掉了。先苦元气，他然后到你好不容易有一口气活到，还跑冷静来，你再去攻他，他当然死掉了。西医五次化疗，我从来没有听过化疗是补药，连西医也说化疗不是补药，对不对？所以化疗根本就不是补药，是攻药。结果攻了五次已经受不了了，到你这边你再攻他，对不对？一到这边我就采手势，这一信下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好把厨房也整理了，然后身上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家里面整理干干净。他以为他先以为我给他吃什么仙丹，然后说那个药真厉害，我带来回来了。好，居然还是小建中汤加进来。好，这是虚则实之。我们要攻的时候是要趁病人有体力的时候下手，那个时候下手就要重，一击就要重，打完你就走，懂不懂？好，就不能老是那边打，你要等他反抗，不要把他体力打出来了，打一下就跑掉。好，跑掉再补他。我让体力更好了再修理他一下，这是我们对病的处理方式这样。所以刚开始先补他，就一补他体力回来马上就很舒服啊，因为你化学治疗化学药还在里面了。好，这样子，好，这是第一次。这个吃完以后呢，好，给他一直吃，就吃两个礼拜，所以胃口大增，好，体力好转，好，没有体力还差，胃口大，但是胃口大增，就是小便出来血很多。好，而且颜色比较深黑，晚上呢还是会吐血，好，晚上吐血，那这个而且这个血出来都是比较深黑的红色血啊，那吐血的时候大概2:45-3:00中间吐血，为什么？因为肝肾脏有问题影响到肝脏，好，肾脏的肿瘤在这个地方，好，肾脏的肿瘤呢，好，在这里，好，在这里上面就是肝脏，它抵达肝脏。就那2点，好，2:40-3:00，好，清晨醒过来，血吐出来，好，然后但是他水肿没有了，好，但睡觉睡得晚上睡得很深，好，睡得很深，好，那个，但是他在吃我这个汤剂以前呢，啊，只有大部分都是小便失血，吐血很少。吃了这个汤剂以后，吐血增加，血增加，但是增加呢，人精神好转回来，你不要担心他啊，导致他的吐血很可怕。你问他精神如何？啊，精神很好。那后面我们会介绍到为什么我们知道他这个肿瘤在这边哈，那后面的后续发展怎么样子？好，我们不要讲的你听，为什么我们可以知道？所以当他出现这种情形的时候，好，我们发觉还有咳血，还有吐血，这时候我们就加一些侧柏叶啊，同样的方子再增加。增加呢，这个柏叶本来就是对吐血很好用啊。哦
正伯业，好，肝将艾叶，好，一般来说我们吐血的话我们都会使用到艾叶啊炮附子啊这些东西哈，让你阳能够叫起来，好，炮附子，然后它有点吐血，所以我们加了补血的药进去，啊，千种当归，熟地，啊，黄金，啊，黄金，好，还有最后是丹皮，泽泻，加这些药进去呢，第一个。我们血无止的，你不要开一些什么止血的药，什么阿胶啊什么去止血，不要。去活血化瘀，同时增加温度。吐血的原因，中医是认为里面寒掉，寒掉的话血管就会爆裂。就好像我们在北方的地方，你如果晚上下冰天雪地的里面，你如果晚上睡觉里面那个水管，好，塑料水管里面的水，你没有把它放掉，第二天早上整个血管爆裂掉，就是因为爆裂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中南北派的医生碰到寒症，我们会用胶艾汤啊，像女人的好妇科都用的，或者这种啊胶艾汤，或者我们用我们开处方笼根，好艾叶、干姜、侧柏叶，好有活血、好热血、好这种行理阳的药，然后加一些补血的药，并没有去止血，要讲回头。哎，这个是丹皮啊，就是已经出来的血，我们要把它清掉。好，泽泻呢，好是减轻肾脏的负担，好肾脏负担。就这个药是这样的，好，到现在，哦，他大概吃的，我看看哈，5月13号到5月30号，5月30号的时候，两个礼拜以后，吐血、小便、便血，通通没有了，体力还是差，好，那身体里面觉得冷，这个时候呢，我又回到健中汤，好，小健中汤，然后加一些川穹啊、当归啊、熟地，好，就是完全是滋补的药，好，加滋补的药，那现在病人完全没有吃药。那我就不吃药，就看他的发展。为什么我们要看他发展如何？然后我当时跟病人讲很清楚，因为当时他的治症的时候，他这个只剩一个肾脏。那这个我们如果大力的去攻打法，去攻伐这个肿瘤，这个肾脏会受不了，可能会受不了。那如果保，当时我就考虑到，如果保留他，我们就把肾脏的功能加强。当这个肿瘤吸收了营养之后，就吸收了血进去以后，它肿瘤会膨胀，然后你干脆你把肾脏功能弄得很好，因为它肿瘤就在肾脏里面，那个量血量一到一定的量的时候，自己会流出来，流出来以后痛就没有，好，所以我就用刚刚就那个叫健中汤呢，加的就是川穹、当归、熟地，好，这些就这些药，然后继续滋补。结果呢，我们为什么从这里可以知道一些身上有肿瘤呢？它有叫 pterygium 隐喻性啊，当时考虑了很多，我们用这种方法来推断，就是他的身体呢本身因为有肾脏癌造成他吐血、咳血、小便便血。我们先假设，啊，这个以后要做科学家，不要只做一个中医，好，一个中医叫咨询家，要做科学家。因为这种状况你也没碰到。那古代从古到今，你不要去不用去看医书了。我们也没有一个医啊，说肾被切除掉一个，那外星人对不对？又是外星人，我们古代怎么会有这种手术？你不用去看都知道，我们没有这种案例。那你怎么样去突破这个案例了？我们假设肾瘤呢？好，它有，但是无害。不但无害呢，它有隐喻性。好，什么叫隐喻性？比如说你买了这个狗回家，这个狗到家里面以后，它知道这是它新家，它到处，它会在你家周围天天来吵小便一圈，然后这个地方任何动物进来它就攻击它。好，比如趁着这个小猫，隔壁小猫跑到家，它就攻击，或者是壁虎啊，或者是。好，青蛙这样还有攻击，这就是 territory 隐喻性。肿瘤如果有隐喻性呢？如果这个肿瘤在那边，结果我们身上为什么那个血会吸进去？我们把全身的血当成一个
不平静的状态。有的血很强，它是抗癌；有的血是 feed cancer。所以说，当你这个肿瘤在这边长大，慢慢长大，本来是这样子，就越来越大，它吸进去的血根本就是恶血。这些恶血呢，如果不被这个肿瘤吸进去，也会被别的其他癌细胞吸去。吸去了以后呢，那肿瘤刺激肿瘤长大。那癌细胞它本身这个肿瘤，它就能够过滤好的好血跟恶血。那好血不行了，它把好血吸进来，它就死掉了，因为血里面可能有很多抗体或者是免疫系统 ，anyway， 或者是抗癌的东西，它只能吸恶血进来，它才能成长。那这个是我们身体上不要的血，对我们身体不好，它吸走了。好，所以说它不断的在吸这些恶血进来的时候，别的地方得不到恶血，都是好的血，所以别的地方不会生癌症。那恶血吸掉一段时间以后，释放掉，小便就排出来了。好，所以说这个肿瘤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动它。不能供他，我们看肿瘤是不是这样？就我看了七年，好好的，他呢三四个月，等后面肿瘤释放一次，然后三四个月释放一次，然后七年他做每天去做 CAT scan， 他除了肾脏那个5公分的时候还在那边没有变化以外，其他 body perfect， 啊，这是一个证据证明，不要再动他，对，所以肿瘤他不会治，因为我查了他能吃能喝能拉的，这吃了我们药以后精神体力各方面都很好。然后你摸他的脉，今天摸他的脉是心脏的脉，心脏本身不是癌的。好，所以我们叫做，如果我们假设他是这样子，七年了，完全没有癌症。好，那我回去的时候，他趁我回台湾，赶快做我妹妹，他知道我不会同意的。好，他还是吸，还有影响，做完了痛苦死了，就还是没有癌，对不对？还是没有癌，啊，就主要还做完得了食道癌症。啊，所以说这个。这是我们假设，然后我们验证呢，七年了，对不对？假设经过验证，好，然后我们可以查到它，好，结果呢，这个女的无癌，完全没有癌症，好，那如果是七年前她那个肾脏再继续做化疗的话，这个病人不能活了，好，那现在她的生活品质各方面做得很好，好。哎，精神很好，就偶尔啊，哦，咳嗽啊，感冒啊，来找我们看看，啊，就是这样子。好，还有就是西医再下一次，我们看看食道囊，啊，就好了。好，那其他人吃能喝能拉能睡，精神非常好。啊，那我请问你，没有西医就是没有证明，去说啊，这肿瘤你不动它会不会害人？实际上你不动它，它在生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跟我们的正常的啊中医的阳合在一起的时候，那超级阳。超级强壮，所以它等于是癌症的免疫症。好，我们如果用一般的名词讲的，中医来看的话，全阳的阳非常的旺，好，所以它不见得是坏事。好，所以过去我们中医用了砒霜，吃了砒霜的毒药，但是砒霜呢，不单单是美容，可以让你弄得很漂亮。现在美国他们药厂也发现了砒霜可以做，而砒霜的色白是白性石，好，白色里面的啊纯阳的药，我又透露个秘密给你。好，那。这个我们会有下手会下砒霜，好，砒霜下去你不要大剂的，大剂是杀人的，小小一点点，好，只加弹一点进去就好了。所以你看我们弹一点砒霜进去，不是下毒了，救不了了，好，那个是很治疗的药，好，白色的治疗的药。哎，这种案例呢，你看我这个从头到尾，我没有开攻坚的药，西医开了嘛，开了5次化疗，快挂了，对不对？好，我就接受它，用这种方式。左手很好，好，这个就证明肿瘤可以 territory 有领域性。好，你看，不相信看到在20年当初检查的医生都死掉了，他还活到，懂没？还活到哦，所以他的身体非常好。你看他气色，秋天的气色什么都很好，都没有问题。那既然没有问题，我们就按照中医的健康的理论，一个病人能吃能喝能拉能睡，精神都好，要动他，啊，那就没有问题。你看他就这样，他今天不讲清楚，他说我前几天有4天小便失血，好，4天血我后面肾脏很痛，肿起来，然后不是小完血以后现在也别下去了，对吧？然后可能2-3个月慢慢收集那些坏血，因为肿瘤细胞只能吸收坏血，啊，不能吸收好的血，好的血进来就跟他相抗嘛，他就要死掉，他不要我要活在这里面，对不对？他吸收坏血，就别的地方都是好的血，就他能够得到坏血，所以癌变的地方都生癌。好，这是我们中医的，好，从观察望诊，好，闻诊问诊，好，脉诊，我们就可以确定知道病人在健康的路上面。好，所以。
所以你对健康的标准一定要很清楚，才不会迷惘啊，才不会束手无策，对不对？那这个病人，这里我刚刚讲的时间就是证明七年啊，啊，非常好好的，啊，所以这边总的是我的方向是对的，好不好？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今天呢，我们介绍一个红斑性狼疮的一个啊案例啊，当然现在已经我们一共看四个。90%以上呢已经好了，好，那今天是第四诊，初诊呢是8月31号2007年，就是我刚从台湾上完金柜回来以后，好，发现他一得到红斑性狼疮被医院诊断是红斑性狼疮的时候，马上就跑到这里来，好，还没有做过任何的西医，没有碰过他。当时来的时候，他的红斑，他的狼疮呢，并不是说只有像蝴蝶般的脸上出现，而他是全身性的红疹，好，全身性的红疹，然后过发，头发掉得非常的严重，好，好，过发非常的重，然后是全身，好，全身的红斑。那这种红斑呢，哈，这一种，好，红斑在身上呢，它感觉上是非常的刺痛，皮肤等刺痛，并不是痒，好，并不是痒，好。那刚开始的时候，我问他最初发病的时候，他就觉得身上有这个红点，好像是蚊子咬的，然后他就想以为是蚊子咬的，我们这边份儿的什么不多，就蚊子最多。好，他就涂一些蚊药，好，或者药更没有用，好 ，tea tree oil 怎么样？因为哇，全身就是斑，好，那发起来的时候，嘴唇呢很好玩，这时候我们正常人的嘴唇哈，正常人的嘴唇，那他呢，他在我们嘴唇的周围一圈，好，周围这样一圈，好，一圈这样红红的一圈围在嘴唇，同时呢，这纹路全身都非常的，嘴唇周围哈，唇口周围呢非常的干，好，而且裂，病人呢刺痛，好，然后又刺痛，非常刺痛，非常干，好，那全身的皮肤当然红了，好，全身弥漫性的红疹。那我们有这个案例呢，我当时我们有拍 before， 就是还拍了，还今天我们又拍了 after， 完全不一样。好，那照片呢，诸位购买 DVD 的人以后可以看我们很多案例，包括我们案例写的这段临床的时间呢，我们把它放到我们台湾资源网站上面，大家以后可以到那边下，只要是我们的会员有买我们 DVD 的，可以到那边下的。那我想办法把这个照片呢，可以传给大家看。好，那刚开始呢，这个病人来的时候，我就问他，他的舌头是这样的哈，舌头呢，中间一块是淡黄的，好，周围呢一切是红，完全没有苔的哈，红，啊，而且那个疤裂痕很多，裂痕比较多，但无苔，完全没有舌苔的，好，当时呢还有几个主要的症状。好，乱症了。第一个，失明。那这个妇人呢？好，她是1948年出生。当时我就问她月经怎么样？她已经六年，好，没有月经了。好，没有月经。那突然发这个红斑性狼疮，一般的狼疮我们来说，这个女人的，好，这个奶水会逆流，来到第五岁心脏的话，好，那后面我们后面第五岁会压痛，她也是第五岁压痛，第五号压痛，非常严重的压痛，那有奶水逆流才会造成红斑性狼疮，那她月经停了六年，照样得到红斑性狼疮，这就是告诉大家。
即使你没有月经的，但是并不代表说你身上不会吃到奶水，还照样吃到奶水，所以它还是让我得到红斑性狼疮。所以我们一再的告诉大家，牛奶不能喝，因为牛奶里面很多女性荷尔蒙，好，因为西药造成的，像滥用嘛，好，还有一些抗生素啊、维他命掉流，因为很多都会造成好人体的酵素的改变，还有一些伤到心脏，好，都不好，不会好。同时我们要保持大便的通畅，好，那这都是心脏受伤以后，奶水呢才会进入心脏，好造成的。所以说他一开始失眠就是这第一个证据，心脏出现问题了哈。哎，那个心肠，那个舌位心表，它嘴巴里面非常的干燥，代表心里面的津液也不够好。那大便很好，好，这个病人呢喜欢喝冷的哈，那视力啊，手足都是又冷又冰的，好，冷又冰的，好，这个视力。好，那这个胃很奇怪的现象。他呢他胃口好，胃口很好，但是饿的时候饿时啊，如果不吃东西他必须马上吃东西，不吃了胃痛啊，不吃胃痛。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哈？胃口很好，你饿的时候马上要吃东西，就是里面胃里面过热啊，胃中的过热，胃中会过热，就是因为阳没有办法入阴，好，就阳体停在腑上面，没有办法进入脏。好，所以腑来说的话，没有胆小肠、胃大肠、膀胱，脏的话肝心脾肺肾，所以它胃它阳停在胃上面，阳会停在任何地方。好，那它停在胃上面没有办法入阴的时候，它别胃口很好，那马上要吃东西，不吃就头难过、头痛，好，头为诸阳之会。好，所以你必须要吃一点东西，让阳有事情做。不然的话，阳如一直回避阳太盛在上面，阴阳会失去平衡，啊，就会造成这种现象，很特殊的一种症状。那当然以后在临床上面看的时候，有很多病人呢，他症状就好像西医看病，病有千变万化，千种名症。我们会遇到很多你可能以后遇到一个症状，你从来没有听过的，啊，从来没有想象会有这种现象出现的，啊，那现在很多病。啊，比如说肾脏没有了啊，另外一个肾脏人得到这个肾脏癌，过去根本没有这案例啊。好，那我们如何去突破它？那诸位只要记得，临床上只要记得一个，你只要掌握到八纲啊，那最后最终的就是阴阳啊，能够掌握到这个，再变病情再怎么变化，你还是抓得住重点。好，所以我们可能呢，来十个红斑性狼疮来病人来，我们开出十个不同的处方，这是很合理的，好，很正常的些，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好。那好，病人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次检查的时候，好，我们在看他的时候，我们就诊断上面哈就出现了，啊，这种情形。第一个，病人呢，诊断，好，你诊断很重要，你诊断错的话，处方就错了嘛。好，这个病人呢是寒热并结。为什么说寒？我要写这句话，寒和热并结，就是代表说我们会用到热药和寒药并在一个处方里面。那胃口那么好，要吃东西吃的，不吃马上就饿，胃那么大是不是热？对不对？哎，四肢手脚冰冷，是不是寒？对不对？然后它里面身体里面肝里面肝脏里面哈，肝脏的区域里面好，很多破损的地方很多，好，所以它肝脏受到损伤，这也是一个它不能睡觉的原因。不单单是心脏，好，所以它除了体五以外，哈，肝损伤很重要，好，那我们可以说肝积，过去呢说肝积肥气，好，就是吃东西呢，好，也不一定说吃东西了，就是说，啊，肝会累积下来哦，现在西医讲脂肪肝啊，哈，都会累积很多东西下来，啊，或者是我们吃的过多的营养剂啊，维他命多种维他命等等。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从清要清肝，清它的肝脏开始。好，那我们最常用的处方，啊，就是这个处方，啊，好，郁金五钱，好，郁金，柴胡三钱，黄芩三钱，郁金五钱，啊，龙胆草。
然后呢，病人才阴沉。你看，我开出来的处方，跟他的红斑性狼疮，管他什么红斑性狼疮，我们没有一个处方是红斑性狼疮，你用这个膏，好，哎，阴沉滋滋，啊，病人是全身发红疹，结果我开出来的是去黄的专剂，怎么样？阴沉滋滋，好，哎，同时呢，我们用淮山，薏仁。